你知道40多岁的女人会喜欢多大年龄的男人吗？今天呢，我就来告诉你吧。你呢，先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爱心吧。咱们呀，接着往下说。女人呢，到了40-50岁啊，她到底会喜欢多大年龄的男人呢？其实哈，对于一个40多岁的女性来说，她呢已经进入了中年阶段，她不会再感情用事了。而且这个阶段的女人呢，已经失去了年轻人身上那股激情和热情。所以说哈，40-50岁的女性呢，在选择方面啊，会更加的保守，她会更加看重对方的性格和生活环境是否稳定，会规避恋爱当中啊出现的各种风险。所以说呢，40-50岁的女性啊，已经失去了青春，但是呢，她们通过保养啊和锻炼身体，依然呢具有女性独特的魅力和气质。而年轻的男人呢，不够成熟，经历呢也不够丰富，缺乏对生活的阅历，在感情方面呢还有一定的缺失。所以40多岁的女性啊，在择偶方面呢，会选择她同龄的男性，因为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呀，会更加的成熟稳重，而且呢会更加的有魅力。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